那个署长跟部长，那个周委员刚才要求的这个资料啊，要在今天这个我们审预算之前要提供给周委员，好不好？好，好。那么我们在请接下来的这个委员质询之前呢，那么有一件事情我要跟部长跟这个陈署长要提醒啊，就是刚才这个他提到这个蔡英文的这个脸书啊被对岸的这个网友灌爆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其实是欢迎啊，这个中国的这个网友啊翻墙来参与讨论，不管他是善意或者他有情绪，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叫做自由跟民主。那庄委员的意思是要提醒你们注意。这里面是不是有骇客的攻击？如果他只是一般的网友的，无论他是恶意的或，其实我们都把它当作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环境之下，我们最值得珍贵，我们也愿意提自由跟民主。但是庄委员的意思是要提醒你们，包括刑事警察局，要注意是不是有恶意的利用网络所做的攻击，好，我想这个要跟你们再特别提醒。好，我们接下来，不好意思，我占了一点时间啊。我们接下来请陈义杰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